为想清楚体验南方非去不可。然后就去了，就坐着，我就看到食物我就一直吃。人家怎么可能去餐厅吃饭啊？我就一直吃。因为你很穷。对，可是对方看到我竟然觉得我一定很能生，然后他一定要娶我。军中情人方静薇外号竟然是大棒槌。可是琼瑶一看到我走过来的那个样子，就是球员嘛，打球就大咧咧的。那个刘丽丽导演他就说：“哇塞，大棒槌过来，就叫我大棒槌，我很大。”我觉得大棒槌好适合你哦。艺坛呢，歌坛呢，最令人喜欢的一种类型的人，叫做艺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我们梦想的化身。但如果玉女年纪变大了怎么办？那他们现在会在干什么呢？玉女一般来讲就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都觉得说她是活在云端的。那他们如果离开了玉女这一行，他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今天请到台湾歌坛三位非常代表性的玉女，曾经是，他们今天来到现场，欢迎我们三位玉女。我们听到那样讲，我们都很想联袂起来走掉。我在想，你们为什么还坐着？不要！其实你们走掉的原因是我们根本不是玉女啊，开玩笑。实力派。哎，胡小金，天哪，好久不见哎。是啊，欢迎胡小金小姐。来考一个问题，左安，你知道胡小金是星星、月亮、太阳中的哪一个？我认识小马麻雀啊，真的吗？对，所以他是哪一个？所以我是哪一个？你只有一题可以回答，三二一，火星。我是火星。而且我跟各位报告一下，玉女通常都不好吃。太好坏了。星星、月亮、太阳哪里有火星啦？太阳。好 ，OK， 他是太阳吗？各位，他是太阳吗？来，方继伟猜一个。星星。星星。要不要我再猜一个呢？月亮，请问，请公布你是星星、月亮、太阳哪一个？我是星星。答得对举手。OK， 方继伟很棒，所以我现在就来介绍，欢迎方继伟小姐。方继，我再问一个，我左安，方继伟是星星、月亮、太阳哪一个？太阳。云朵，不好笑。他不是这个团体的啦。对，方继伟，你是四届的军中情人啊。那是不小心的耶。不小心。对。你知道玉女哈的第一个特色是不好笑，第二个就是很做作。俗话说在玉女啊，你们中间都有非常多的转折。像我们左安安小姐，当年是被包装成玉女。然后我觉得有点胖，然后有点你很不愿意回忆那一段，对不对？对啊，很恐怖哎。你还记得当年的 pose 吗？你可不可以用当年的被包装的 pose 那种表情为我们唱一段呢？好想看。我说我感冒哎。来，我跟你讲，玉女最喜欢说她感冒了。我跟你说，她可以先台上。而且我跟各位讲，玉女一直都在感冒。来，三二一，开始。最后是你在拍手，然后我在跳，我觉得是莫名其妙，是你应该跳，然后我拍手。老师有编一个舞，可是我已经忘记。所以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对呀，很恐怖啊。不当艺人感觉好不好？好。当创作人。对呀，而且谢谢左岸，谢谢谢谢。谁拿国伦？他是学台上版，对不对？对。可是方继伟会学他台下版的，看学他走路。他都是他，因为他脸很可爱，对不对？然后他哇塞，他们现在开始互相吐槽了。而且他脸很可爱，他说：“嘿，大家好。”然后他的脚就这样跑这样，我说：“你学过芭蕾吗？”他说：“小时候。”那是企鹅走路的方式哎。就学芭蕾也会。
哦，就是有一点这样子跑走路，是不是？因为姐姐在讲，我要学你砍瓦斯哦。需要学啊！你们今天来互相模仿大赛好了。好，谢谢方姐。因为太可爱了。对，等一下，记我，等一下。你还没唱，你用当年军中情人的样子，其实你现在还是，我觉得他是没有什么太大转变，对不对？哈，其实公司最受不了我，因为我是球队，然后我的膝盖是外翻，因为以前有受伤，所以我那时候穿牛仔裤的时候，大家好，我不知道，我不明了，结果他就说你有人格分裂吗？我不会。大家好，因为运动员就很开心，可是突然间要唱得很悲情的时候，那脸是不是要悲情，对不对？了解。他说你怎么没有中间那个情绪的转折？哇塞！我就说那要怎么转折？太难了。后来我就上去，大家好，不敢再，不敢再很用力的大家好。所以你要轻声细语讲话，对不对？你以前是非常出声，非常有力气。对对，所以听说你有力气到可以扛瓦斯啊。我家以前是卖瓦斯，你是卖瓦斯的，然后我常要帮忙，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然后生出来是女儿，那我爸就把我当成男生使用，所以我从以前就会装修瓦斯，然后瓦斯，因为你看我远远看到一桶瓦斯，我觉得制作单位好坏哦，你们竟然要方继伟在电视上扛瓦斯。其实我是很直接的，就像我们那时候，你真的可以扛瓦斯吗？对啊，我在唱歌的时候，我还在摆地摊嘞。真的还假的？真的，把瓦斯推过来，来，把瓦斯推过来。可是它很坏哦，它这个是有瓦斯的，所以是很重，非常重。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对不对？这个男生都扛不起来，你可以扛。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哈，哎，你如果真的可以扛起来，我今天就不访问其他两个人。我跟你讲，那么重。重的时候我们是不扛的，我们是怎么就是这样转，这样转。方继伟，我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做一件事？你可不可以边转瓦斯边扛它，然后唱你的主打歌？随便。哦，我不知道。我先看看它的重量。哦，哇！可以。天哪，它好像特定台杆。我。不是，它要有方法。因为我们家都是用腿力，所以这样拿起来就可以。我不需要学这个，这样不会伤到腰。因为你要搬行李，搬什么？各位，方继伟要表演扛瓦斯边唱主打歌，开始。用这样子，哎，这样比较有力量，用腿力，对不对？瓦斯果然厉害。我不知道。情绪啊，只是很有力量。你可以把它扛在肩上，你以前是扛到哪里肩上？没有啦，直接放在那个摩托车上面，那爸爸就载出去。你有去换过瓦斯吗？有。你会换？因为它打开的时候，自己不是有个膜会嘣一声吗？因为我怕鞭炮，因为膜比较细，所以我就会把它挖一个洞，然后再装。方姐，我对你这一项才艺比较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也是才艺吗？你看，方继伟，来叫你吃苦是好事。哦，可以啊，可以啊，哎。说实在啦，我觉得你知道我们国人都叫都有你们非常珍贵的画面。以前有看过。你们真的太久没看到。比如说吴小金，你还记得你当年的那个样子吗？哦，非常那个好多人追哦。对，他跟你说我已经好多人追，我说我怎么都完全不记得。他才是好多人追，可是他少根筋，他永远都不知道谁在追他，都是旁边告诉他。是吗？对。所以你们以前很熟吗？我以前跟他超好。OK。对。小金，你有没有心理准备？我要放你以前的画面给你看。因为各位，我先打一个招呼啊，你待会看到一个脸哦，圆的这样，就是可以以那个圆规哈，这中心点，然后画半径，好圆那个脸，你知道吗？是我那时候看，我也是看那个七匹狼哦，对，就忽然我也看，哇，这女的脸好圆，我看，哎，这是我。到底吴小青当年的脸有多圆？请看。哇。这是谁啊？这是你吗？好漂亮，好可爱啊。这金玉兰。对。这谁？马翠如。好久不见。需要一些
当年有没有被嫌过？比如说，你有被其他团员嫌过？我觉得我当时怪了，就是走到哪里人家都觉得我丑。其实有吗？不会啊，他好多人追。又来了，他因为当时好多人追。其实胡小欣，你其实当年也是很可爱，虽然脸稍微圆一点，可爱路线，但是看起来还是很有你自己的风格。但是我跟各位讲，当我们有证据，当年我们有一段影片，就是金玉兰在演唱的时候。有邓胡小金，你唱歌的时阵有甲胡小金亲，是因为他眼睛太大吗？不是，不是，注意，真的假的？你爱不会走远，真的哎。让那阳光我只能说国人都叫好的制作单位你们真的没事干吗哎真的其实我跟你讲哎他那个表情还有一点凶哎我跟你讲其实那个真的是有一点你们刻意的刻意放大其实我跟你讲比较常发生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三个人是在上台上表演，所以在中间那个要习惯两边看嘛，对不对？好，这样子，这样互动要平均。那其实到最后，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我当时自己本身有一些状况，我也实在太怪了，你知道吗？也是不讨人喜欢。那所以我最常遇到他，反而不是亲友，根本都不看我，他们两个永远对看都不管我。他们都不看你啊？不看我，对。那所以其实就制作单位，就说其实媒体这样其实很难过，都是团员，可是他们不看你。是到最后已经是变恶性循环了啦。但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你快20年。那你有去看他们吗？看他们？对。你说最近吗？不是，你说以前你会看他们？我会啊，还是得要啊，那不然你。那例如说我是胡小金，我就看你。哎，金玉兰，金玉兰，那你都不金玉兰。小马，小马，我跟你讲，什么事？小马，我跟你讲，昨天好好玩哦。哎，真的，哎，说实在，那我那时候其实自己也惹了一些麻烦，因为我状况很不 OK。我曾经一个礼，那时候我就是反正很多状况。你有忧郁症，对不对？哎，当时并不知道那是忧郁症，但是我曾经，我跟你讲，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听说你有一次在，哎，有一个礼拜，那个时候礼拜一号，我当时男朋友跟我分手，他礼拜二我就自杀，礼拜三才从医院。你知道的，不告诉你。
吃安眠药，对。然后那礼拜三就是被送出医院，而且医院是发病危通知。然后礼拜四，因为我们就还要一起拍照嘛，这样就心情不是很好。然后就当时就一个朋友约我，这样就是汤志伟啦，好约我出去哈，就是散散心去教会。那就后来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被绑架了。然后被绑架之后，我最后是全身而退。然后在那整个过程非常的 miracle 哈。那但是第二天呢，你知道我半夜两点钟才脱困，你知道我们唱片宣传，还有那最好笑，你知道吗？东方快车他们姐，因为当时我是脱困以后哈，我就打电话给我们宣传，然后当时他们一票人都在王杰家吃饭，因为这是王杰乔迁之喜。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王杰第一句话说：“小你在哪里？你怎么了？”哭得稀里哗啦，他也听不太清楚。那他们只有交代说，因为他们搞不清你是为什么被绑架什么什么的话，他就说：“好，那你先不要报警。”然后我们来救你，结果你知道，我看到好好笑，你知道吗？是东方快车那几个，你知道拿了什么？拿了大锁，拿了锤头，然后跑到山上来看。我一看到，我说真要有坏人绑住我，你拿着也不能怎么样。他拿了一些给息来救你，是不是？好。这就跟车上拿着现成的家伙一样。我觉得东方快车真的是啊，来唱歌比较好。好，那我看昨天就快，那他们当发现说，哎，你好像没怎么样嘛，他们并不知道这过程当中的剧情。非常恐怖。好，但是第二天呢，你知道我那个半夜两点的，我第二天一大早八点还九点有个通告，是要录一个音，录一个不知道什么歌，我忘了。然后我就在那个录音室里面，我就听见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有提到，就是说。大概就是冷嘲热讽吧，觉得那个我详情我不方便讲，但是那个意思大概是说，好，第一个可能是制造新闻，或是唤起对方的，意思是你自己自编自导，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的事情，他真的很惨。然后也觉得你是不是用这个事情来换回男朋友的注意？理解。哎，然后再说，哎，结论，他们结论是，即便这样，他也不会理你这样子，而且讲得很公然。那当时其实是对非常受伤，二度伤害。那对，那这当时哈，反正就有一些八卦杂志，而且是后面有人恶意的操作，这个我知道的哈。那有一些原因，那么去狗尾续貂这件事情，那他们把整个时空错置，最后呢一个一个到最后一篇出来，公司就叫我休息，因为那一篇写着说，我因为被绑架。然后被强暴了，所以他的男朋友就跟我分手，然后我受不了就自杀。那这时空完全错，还加上你被强暴这一段就对了。对。然后公司就说：“那请我休息一下，这样。”小金先休息一下，左安安哈，可能就没那么坎坷了。你没有被绑架，我应该走了吗？我在比喻你很坎坷，你没有因为。安安的爸爸很有名，爸爸叫什么？左宏元啊。左宏元老师写过的歌，随便讲两首。今天不回家喽。今天不回家。还有呢？我是一片云也是，对不对？对。月朦胧。所以你是音乐世家嘛？是啊。妈妈也是他学生。哦，真的。妈妈也是他学生啊。所以其实你出来唱歌天经地义了。啊。没有哎、欸，啊，裙带关系，我也不是裙带，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方靖伟相亲出电影，南方非娶不可。然后就去了，就坐着，我就看到食物，我就一直吃。我们家怎么可能去餐厅吃饭啊？我就一直吃。因为你很穷。对，可是对方看到我，竟然觉得我一定很能生，然后就要娶我。其实你出来唱歌天经地义了。啊，没有哎。啊，裙带关系。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啊？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可是你有音乐梦，对不对？就那个时候是因为回来台湾，我在新加坡住了十年，然后回来台湾就打工。去雅璇打工，雅璇那时候很流行卡拉 OK， 那时候卡拉 OK 好丰盛，然后他就是 B 版 C 版都一堆，那我负责弹那个 melody， 一首1000块钱，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弹那个 melody， 我在雅璇好像是8楼还7楼嘛那个小房间，然后老师在编的时候，我在那边弹 melody， 那剩下的时间因为我弹得很快，我就在那边玩那个 midi 这样，就被人家发觉，对，就是，但是他的待遇呢，他都只能唱陈明真，陈明真呐、啊，对。
挑剩下的歌。我跟各位讲哦，我觉得这就是命，这就艺人，就是歌手被人家冷冻的结果。到底当年左安安唱歌是什么样？啊，我先强调一下哈，小金姐，你跟我比起来，你是巴掌脸，我已经很怕。真的吗？左安安不堪回首的那一段 VCR。你是巴掌脸啊，好可爱哦，真是可爱。我的这，你是巴掌脸吧？其实我早就是你的。不太像，浪漫美丽的茉莉花，不太像左岸，不太像，像瘦好多，瘦好多。那装可爱，我现在还会装啊，那继续装当中，继续装当中。现在还不错啊，只是当然没有像现在那么瘦。飘过过后，往事勾勒沧桑，为什么此刻还会这样？很好听啊！你已是我不知不觉的伤，将我对你从未放下情感。离别竟有些许的愁。这应该是最后致命的一击。那是张飞的大作。There's no ocean that is too deep. No mountain that can keep us away. 你看，这手就这样乱动吗？对啊。好天才哦！最后这段应该就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你们全部不用收视率吗？这个应该都转台了吧？其实不会啊，我觉得我们这一段收视率一定最高。你听说你立志减肥，对不对？现在仍然现在都吃什么为生？老师，你要学吗？你说。没有，就是把一些蔬菜有的没有啊，或蒟蒻什么就丢成一锅，那一天吃一餐。你常常在饥饿状态，对不对？有，这样不好。因为你被这个伤害到了，是，我深深的伤害到。我这样，你要走出这个阴霾，你不要这一生这么痛苦，真的。你要不要跟胡小金去教会？我看主应该会帮。因为你去教会以后，还是可以唱到这首。来啦，来啦。而且我跟你讲，大家对你感觉很简单，爸爸是知名的音乐人，大家觉得你是靠爸爸，然后基本上再加上当年你的长相啊，就是比较可爱，然后就基本上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你可能是不是靠实力，但是今天证明了左安安是非常有实力的创作。谢谢老师，谢谢，而且非常优秀的评审老师，对不对？虽然他带着最多服，加油来。不过左安，你曾经上过综艺节目。对啊。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你上综艺节目，我们要再播这一段会在伤口上撒盐，你要看吗 ？OK 啊，因为我大概都没有讲什么话吧。好，我们挑到最精彩的。那个主题叫学非所用，哎，因为我们呢，大家的这个还没当歌星，是不是就是这两位主持人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学什么科系，什么科系，什么科系啊？所以我们看到你的学问有没有还给老师？左安，哎。美国学校的啊，美国的总统叫什么名字？还是很胖啊，怎么George， 我想不是杨帆。George，哇，来，哎呦，George，哎，来第二个，好，
美国国歌作者是 谁？是谁？是谁知道？陆浩东。那是国歌啊，任天强。是陆浩东吗？Michael Jordan。Michael Jordan 不是打篮球的吗？请用英文翻译。静夜思。我跟你才女才会接受这种。Yes, 阿拉伯文。As I look upon，你还会用 As I look？ 还有 upon。好，来念一次，来。举头望明月。The moonlight before my bed seems to be the snowflakes that laid on the ground。As I look upon the moon, I begin to think of my hometown. 对对对，还有押韵。你的英文 OK 啊？太好了。真的，今年好了，不错，好贴进去他。莎士比亚走。金牛座啦，哎。莎士比亚跟你还有吹牛座的。妈妈，我跟你讲，就是这一家，我不骗你，就是钻石砸我第一家，就这一家。阿亮，你看算了，我们还是走好了啦。小孩子嘛，哎呀，这个没什么好理的。不行啊，已经来了，妈妈，妈妈已经来了，我真的做错事情，我也要跟你道歉的。对，没有错，我觉得算了，对不对？哎，我们还是这样子，哎，就是他，好可怕！哦，模仿左海正哎，你就坐在他的旁边。我跟你们像左海正。再过两天就是情人节，哦，你是否对我依然想念？哦，你在纽约，我人在台北，你心早已。你知道我当初播这个电视，播我们这个节目，我有个口号，就是国人都叫好，艺人受不了。因为当你们回去看以前，你真的是很不堪回首哈。我个人认为你演短剧那一段是你的代表作，是你的代表作。我都完全不记得。完全表现出当年你的受虐性。真的，方静伟，听说你没有交过男朋友。对。到现在，我是不想交。你的意思是你到现在都还没有交过男朋友？有相亲啦，然后有。那你有这样？有。方静伟，你有没有牵过男生的手？我跟你说，我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去三台不是要握手吗？跟长官拜会，然后我就手放后面，为什么我要跟老的男生握手？被宝骂一顿，回去就站着。现在你站在这边，所有走过人，你就开始练习握手。我要跟他握手，被男生摸我的手，我没办法接受。京东情人方静伟，外号竟然是大放出来。可是琼瑶一看到我走过来的那个样子，就是球员嘛，打球就大咧咧。我要跟他握手，被男生摸我的手，我没办法接受。对，他真的很对，他真的。你是清朝人吗？我觉得我是古人，我觉得你是古人哎，我觉得我是古人。而且我跟你讲，我当时其实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他唱很多情歌，我都一直在想你是怎么模拟那种。对啊，你完全没有恋爱经验哎。我从小就唱歌了，我国小三年级就开始唱歌，在歌厅。等一下，你不婚，你也不交男朋友，你就这样想比较，你就要一个人这样过下去吗？是因为我从小其实我跟我的师父是我堂姐，她是出家人。然后他一直都在监狱弘法，我都跟在他旁边。方静伟，你要告诉我，其实你是代法修行吗？我是假法。
真的还假的？你是一个好奇怪的人啊！我又没有看过你这样的漂亮女生，到现在都还没有交过男朋友。没有，我想其实很多人喜欢她，只是她很钝，你知道吗？太多了喜欢你。对，可是因为以前我相亲的对象都很害怕，我们家很穷，会最后依赖他们。然后我就会害怕我的家人万一被欺负怎么办？那我要捍卫我的家人，所以我就自己出来唱歌赚钱。我说我可以赚钱，我不要靠别人。我可以跟你握一下手吗？可以，现在可以啊，因为我都跟歌迷握手。哦，你现在其实他是老男人，老男人没有关系，因为他感觉就是非常干净。郭磊没很受挫，方继伟。我了了这东西，我可以不用主持《国人多》就好。王俊很棒，因为过去比较呆啦，什么也都不懂。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有时候在后台好聊，我们在说，哎，我最近跟谁交往，谁跟谁散了或者什么。他跟我讨论说，我妈给我介绍一个人，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去相亲。我心想，这是你是哪一个时代的人？而且我妈还帮我打扮，画绿色的眼影，然后穿水桶裙，然后就去了，就坐着，我就看到食物我就一直吃。我们家怎么可能去餐厅吃饭啊？我就一直吃。因为你很穷。对，可是对方看到我竟然觉得我一定很能生，然后就要娶我。那我就觉得说真的很可恶。那个，而且那个是老头。哎，小姐，我刚刚你警告声哦。很难过，他是方志宇，太好。不过你听说被骗说唱片卖不好，对不对？其实你卖得很好，但是被骗，对不对？我都不知道，因为总觉得小时候我们在很多地方唱歌，有人掌声，这是礼貌嘛。然后他们说，哎，你很红啊，你看上去这么多人掌声。我说掌声是礼貌。公司就说，你不要以为你唱片卖得好，这是公司买票。我说哦，好好是。所以我每次都是很羞愧的面对镜头，都觉得很羞愧，是公司买票。方继伟值得研究，你是我见过最奇怪的艺人。我觉得方继伟，我觉得你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标准。真的，掌声鼓励。好，谢谢。今天高票当选，你是当之无愧。我因为一直在忙，我没有时间去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方继伟，嗯，你怪透。我们来看看方继伟当年唱歌那种迷人，事实上他唱情歌那种投入的状态，可是他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来。你扁了，他就是我哎！我的妈呀！哇，其实都没你知道那种感觉非常的悲情，悲情。然后，过得好，本是云该化作雨。哇，这歌太红了。左岸你还好吗？你看我站上去大家都变很矮，真的。现在有没有男生在追你？现在啊，对，我开店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寄家里的那个家谱啊，然后他有多少财产都 copy 给我看，然后还有我妈妈阳明山，盛典哦，我妈阳明山也有很多人在看，才不要嘞。真的，你的爱情都借过去了。结果你爱情，结果是江念婷，哦，后面是江念婷，我们都江念婷。你的歌好歌真的很多，嗯，而且都是八点档还有九点半的。方继伟真的当年非常红啊！以前都穿很对啊，当时最红的也很贵哎，公司买的。
那时候是穿宽宽大大的，因为他说你骨架太大，所以一定要盖起来。我要放弃我的歌，真的是每首歌都是脍炙人口，曲曲动听。你真的是非常的红，在那时期。谢谢。方继伟，你得罪过大牌，对不对？大牌。需要我提醒你吗？你曾经得罪过一秦汉，二周星驰。我跟你讲，我刚出唱片的时候，那很奇怪哦，那个三大报都放我的照片，然后大家看到我的照片哦，就说哦，他看起来很柔，可以适合琼瑶的戏，就。把我带进琼瑶就叫拍戏，你知道吧？你太适合琼瑶的戏。可是琼瑶一看到我走过来的那个样子，就是球员嘛，打球就大咧咧的。那个刘丽丽导演，他就说：“哇塞，大棒锤过来，就叫我大棒锤。”因为我很呆，我搞不清楚要拍哪一场戏，都搞不清楚。然后我们公司就说：“我跟你说，一定要在导演旁边看 monitor。”我说：“哦，好。”我就转导演旁边看 monitor， 就把导演挡住了。导演说：“大棒锤过去一点。”啊，我不知道。我觉得大棒锤好适合你哦。好适合你。最适合你的外号就叫大棒锤。然后我根本就搞不清楚。要怎么演？后来他就说：“你不是那种长发飘逸的，可是已经跟你签约了，好吧？那你就演运动员，就是演一个那个实习记者，当秦汉的那个助理。对，很好。然后呢？然后后来秦汉，我们这中间有被绑架的事情啊，什么都有。就秦汉呢，爱那个刘雪华爱到死去活来，他就是我就要站过去，就是一桶水把他泼下去，他整个倒下去，让他清醒。”可是所有人就在开始恐吓我，因为我是新人嘛。他说：“你知道这个水泼下去，如果你泼错了，它倒不下去，那衣服都要重新弄干，头发弄干，妆要重新。”我就吓死了，因为我以前打手球射门都很准，我就那一桶水当作打手球。你是打手球的？手球跟曲棍球。哦，是国家代表队。我知道，看不出来，对不对？我只有上半身坐着很秀气，好，然后我就水这样一泼，从他的鼻子灌进去，他整个人倒下去，一次 OK， 啊，我吓死了，结果他都不跟我讲话，因为他呛到。你的剑，你知道你的手剑很大，那周星驰怎么回事？那周星驰是因为我跟公司说我不敢演戏，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演戏，我怕那演戏的压力。可是公司说，因为你循环了那个。东马哈，马来西亚30场演唱会，那你到香港去休假，就一去呢，晚上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叫做向华胜的人，然后我说我10点要睡觉，你为什么要我起床？他就说你下来，原来是他们要来考虑说我适不适合演他们的女主角，我就吓死了。可是你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说我不演戏，可是他们就骗你，就一定到现场去。就向华胜看到我的手，他有成功性，他就有我们的女主角。方继伟最想看他谈恋爱，喜欢的样子。我可以帮你找啊。没有，你没有喜欢男生，因为你不喜欢男生。我喜欢。就向华胜看到我的手，他有成功性，他就有我们的女主角。然后就说，那我可以。原来挑演员是看手的，然后很好笑，他就说：“听说你是梦中情人。”然后梦中情人，我说：“梦中情人。”我说：“那个报纸写错。”然后他就我说：“我可不可以上去睡觉？”不过我们希望你演两个角色，一个演白痴，一个演大小姐。我就吓死了，我就妈怎么办？他要我演戏呀？我只能演白痴。妈妈是我比较白痴的。所以王晶当时在叫我演的时候，他说：“你是演一个白痴，那他那个周星驰要来跟你恋爱，今天都是你们恋爱的戏，我很害怕恋爱的戏是不是要拥抱，是不是要亲嘴？我吓死了。可是我突然间可能是肾上腺素冲上来，我竟然听得懂广东话，他们竟然说叫他把我亲下去，那我就吓死了。他说。”NG 没关系，可以再第二次。意思是说他不让你知道，就故意把你亲下去。对对对。哦，我跟你讲，这回来了，我打过棒球，我可是会接，我会接球。他就转过来要亲我的时候，我就用嘴巴咬下去，他就 OK。
一个镜头就过去了。真的，你咬他嘴唇吗？对，我咬下去。你不让他亲你，你咬他。后来他就这里。他演好久都不跟我讲话，真很不好意思。来，我们来看一下方继伟当年第一次哦，上钻石。刚上节目的时候，在钻石舞台上。忘记对以前的教育而且比较黑因为大学刚刚毕业原来曹恩是学他的小孩放着他来欢迎方继伟小姐。方同学好。哎，哎呦，哎呀！没有色狼的小朋友了，没有色狼的小朋友。我错了，还有一次小色狼。哎呀，你看看方继伟，你看每个人鲜花都想忍不住要亲他，有人花还没到嘴巴已经到了。方继伟放在这种场合会不会觉得害怕？会。会啊，你用这个有时候在这个军中闹军的时候，有没有阿兵哥上来要亲你呢？会有。那怎么办呢？你让不让亲呢？我有时候跑来跑去，我在台上跑。不是应该的，这既然闹军，就要让他们亲一下，对不对？真的。是啊，要达到闹军的目的。我想一个小朋友，我想大概也不会了，结果还是要亲一下，真是老少咸宜哈。现在该我了吧？对，该我访问你。我不能唱歌。啊！救命啊！原来是今天心情点歌为您带来是方继伟的歌曲《愿苍天变了心》，我快掉下去了。不过今天要吃爆米花唱歌，救命啊！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要下去啦！大家跟我一样，看的影片都充满了回忆、欢笑跟感动哈。我觉得你们都成熟长大，除了方继伟以外。有，我成熟了，真的。而且我还长高，我现在173。你还长高？3公分，我以前169哎。我觉得你现在才开始进入青春期。你最后跟我们讲，你喜欢男生的样子、条件是什么？我喜欢。我们可以帮你找啊。没有，你没有喜欢男生，因为你不喜欢男生。我喜欢男生，我喜欢像梁朝伟那样。曾经有报纸写我跟他在一起，我好开心哦。就他们说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他说我的样子不像是。不会啦，其实你配梁朝 OK 的。真的吗？不过你必须要跟张曼玉还有那个。要调很多了。最后用玉云的样子。跟大家说说你现在想做的事情，来3、2、1。玉女，我想将来，可是我现在已经在当志工了。那如果说想要做善事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做。可不可以要求你这样子？我一直在当志工。
好，谢谢各位，来，谢谢。玉桃尾，还有木，偷桃则死。这个人凶神恶煞，不过还好我小瓜子脑筋啊聪明十足，他只有一个，我还应付不了，我声东击西。我是奉皇上的圣旨，皇上的这个用完午餐之后呢，想吃点水蜜桃，特别派小的呢来摘五颗回去。哦，那你有口令吗？口令有，哎，啊，这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葡萄这个吐葡萄籽皮，吃桃子呢这个只吐桃子壳，吃桃子呢这个不吐葡萄皮。哎，这是什么口令啊？这是皇上口令，我摘桃子了。等等。偷桃贼！哎，偷桃贼，他不吐葡萄皮，这个不抓起来！喂！哎，我不是，我给你五颗桃。快呀！回来了！哎，回来了！